如何破烦恼离五欲？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经论的教诲，你才能够离开。首先你能够辨别，认识清楚，然后你才知道原理呀。事实真相要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，你想离离不开呀，它勾引的呀。一定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知道邪正是非，利害得失。自自然然你能够趋吉避凶。要化敌为友，化怨为亲。在这个世间，不给一切众生对立，这就对。